耶，你期待数学课吗，吉娜？嘿嘿，一起复习个方程式吧。哇哦！嘿，叫你呢。这里似乎是个读书的好地点呢。哎，怎么样了，亚历克斯？曼蒂真美啊，我真想跟她说说话。我能帮你哦，等着哈。吉娜，你干嘛呢？你不能的啦！脱掉你的毛衣，把裤袜剪掉一段，这应该行啊。然后呢，剪掉脚趾的部分。我只是要抢银行嘛。啊，没了。然后把裤袜给拉长。好喽。好痒啊！不错啊。哇哦，那是亚历克斯吗？我感觉真棒。快点去跟麦蒂说话啊！哎，你最爱的方程式是哪一个呢？你真好笑哦。得准备点水果野餐用啊。哦，是你啊。嗨，妈咪。这个苹果真脆。乖孩子，把它给吃光啊。把香蕉冲一冲。好，妈咪，我会乖乖的做好的。什么奇怪的感觉啊？哈，捡到你了，哇哦。这提醒了我，我得洗个地板。这个苹果真恶心啊！这你不要再吃了啊！拿着这个，妈咪。这给了我一个点子，把水果给放在气球里边，这可以将水果保存好。哇哦，真聪明啊，妈咪！好哦，来吧。我毛茸茸的泰迪熊。哦，Hello，兔子先生。有够无聊的，这里应该会有些好玩的、啊、都没有，这不行啦，这也不行，这个就别了。独角兽，我又不是孩子。哎，宝贝儿，怎么了？我需要新玩具啦，这些都是超无聊的。好哦，或许我可以让你开心起来。这是 Daddy 的，我指妈咪的娃娃，你可以玩这个。不想要。那来点零食呢？好吃的麦片呢？不要。那一罐糖果呢？不要。那来个锤子。抱歉。认真的吗你？有了。我不要了吧。哦，我通通都试过了。肯定有什么我可以做的。啊，气球。我知道要怎么解决了。拿个气球、弹珠跟橡皮筋，把弹珠给放到气球里边，然后再用橡皮筋给绑起来，就像这样。然后把气球给内外翻过来，接着把气球给吹起来，打个结，在纸上面画两个眼睛，粘到气球上，嘴巴也一样啊，在气球上面用笔小心的画点线条。哎，不错，最后加上耳朵，老虎气球就完成喽。瞧我手上这个，哇哦，真可爱！我就知道能够逗你开心。哇哦，从一边摇到另外一边呢。啦啦啦，真开心，学校结束了。最好拿个钥匙，应该在这附近呢。好哦。不合哎。啊，我真蠢，我拿错了。糟糕，别又来了啦。哦，压力好大哦。这个钥匙应该对呀。怎么进去了？我想上厕所呢。啊哈，我有个不错的预感。不是。我又不开车。哦，可恶。哇哦，变黑了。有点吓人呢。哦，有老鼠。讨厌，不要过来，不要伤害我。嗨，亚历克斯，你在外面干嘛呢？爸，好，我真高兴看到你。我找不到我的钥匙了。让我看看你的包包。啊，你的钥匙在这儿呢。咱们来改造一下，让它更好找啊。使用这个方法就不会找不到了。首先呢，你需要的是人工树脂，把树脂给倒进玻璃碗里面。加点色素，
用木棒给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到树脂跟色素完全混合。嗯，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。把树脂给倒到细胶模具里边，只要倒满一个，在树脂固定之前插入钥匙，然后接着我们就等喽。等到树脂硬化以后，从模具里面取出来，这样子你的钥匙就很好找了嘛。那这给你，来，哇哦，这真棒哎！谢了，爸。嗯，这个叫做圆圈，亚历克斯试着画出来吧。哦，真期待。我这堂课当定了啦，差一点呢，我可以的。我还在等。我不知道这是瞎毁，但是好像还不错哎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只需要简单规划一下就好了。时间快到了啊！我最好快点。希望他会喜欢。认真的吗，亚历克斯？我尽力了，成功了。看好了。嗯。你需要的呢，只是回纹针，把它打开变成 S 形状，然后放在纸上，在两端放上铅笔，然后旋转回纹针，就可以画出美丽的圆了。超简单的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好啊，我们来喽。哦，有用哎。停。你超多圆圈的啦。它失控了啦，救狼哦。你的圆圈画得真棒啊，艾莉！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嗯，我可以画个圆。什么鬼？我们应该好好聊一下，女孩。呼呼，我是机器人。哦，看招。好呗。啊，这是人生啊。哦，嘿，妈咪，我不喜欢我的机器人。哦。那你可以拿我的手机啊。哦，这似乎挺好玩的。啊，我大概可以放松一下了吧。哦，这手机超没用的。啊，这什么声音啊？那是我的手机吗？哦，男生就是男生，至少我还有其他的手机。哦，画画很好玩呢，这张图真美啊。哎，妈咪，我画了太阳。啊，我画的真棒啊，宝贝儿。嗯，我想要再续一杯耶，人生好难哦。我得要找个人来帮我做这件事。哦，这什么？哎，神清气爽，冰块颜料，冰块颜料。我有个好点子了，先把碗给装满水，这样应该就够了。在碗上面放个盖子，然后给放到冷冻库里边，接着我们就等待。哦，好大的一个冰块哦！我们来画冰块吧，用不同的颜色来画不同的部分，就像彩虹一样，颜色会互相融合。我们再加上一点白色，再加点蓝色。哇哦，超酷的，又冰又酷啦！加点红色好啦。然后再来加点白色，超好玩，我可以画这个画一整天呐。啊，好热啊，我得喝点东西。哦，这味道也太恶心了吧，我的饮料怎么了？好哦，我懂了，至少他玩得很开心嘛。人生难免有意外，但是有了这些小技巧，你绝对万无一失。你的每日必备小技巧是什么呢？留个言告诉我们吧。记得跟你的朋友分享这部影片，也别忘了订阅本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相似的精彩影片哦。